以下的情况你又中过几多样呢？逼车被人劫到好燥底，焦虑不安，成晚都眼光光，楼上又转嘢，嘈到拆天，好猛姜，被老板闹到精神紧张，压力爆晒煲，成日谂住啲唔开心嘅嘢，越谂就越唔开心。要谂桥同度嘢嗰阵，偏偏就会脑闭塞。知唔知咩系静观啊？其实静观就好似帮个脑做运动咁，令你专注去观察当下嘅一刻。好简单嘅咋，重点系留意自己当下嘅状态，而唔需要批判好坏。只要每日练习静观十分钟，就可以面对好多都市生活嘅问题。研究证实，静观对提升身心灵健康都好有帮助噶。好似喺日常生活入边，你冇咁容易烦躁，而且可以减少焦虑，令你觉都瞓得好啲。仲有喺你面对难题嘅时候，都可以淡定少少，帮你舒缓压力，等你冇咁紧张，同埋可以减少你负面嘅情绪，更加有助提升创意，做嘢都爽手啲啦。只要你有电脑或者手提电话，就可以浏览330网页或者下载330手机程式，跟住指示每日做几分钟嘅简单练习，就可以达至身心和谐，轻松自在。